第二節的如是我聞裏面的題目呢，我們今天仍然是講神秘學的第四段。神秘學呢，剛才講了第三段裏面呢，有很多呢就日常生活我們說見得到的，聽聞得到的，譬如呢預測、預言、看風水啊，甚至乎命理啊，咁樣。究竟啊，命理有冇嘅咧？有冇條命嘅咧？咁啊，問我咧，就可能有可能冇。咁你冇話頭，唔係，我係懷疑論者，我係不可知論者，係冇話知咧。確定證實有冇？啊，女王就得，你女王學啲咩嘢呢科嘅？大家咧近修下佢。啊，可能咧佢會更詳細嘅解釋。佢當然認為有咯，係嘛？咁同我有啲係相唔同嘅。咁此外咧，喺西方嚟講咧，第四樣嘢、第三樣嘢之餘咧，仲有一樣嘢咧，就係、是、我哋叫做魔法學。咩叫魔法學咧？咁魔法學嗰個範圍相當廣闊。咁啊，首先咧，我哋從乜嘢形式嚟講魔法咧？呢、這個魔法呢英文呢、這個原字咧就 magic。咁而家咧好多人咧叫魔術就 magic， 但係最近咧都呢十幾年嚟咧都變更咗啦 ，illusion 幻術。當然咧，佢唔係用不能解釋嘅魔法，完全係可以解釋，完全係用人嘅錯覺嘅 illusion 嚟到去呃到你。不過呢個呃字係括弧啊，咁大家驚嘆之餘咧，拍爛手掌。好啦。咁呢個最原始研究嘅咧，我哋咧有系統嘅咧，都可算為咧英國嘅Fraser 呢位社會科學家咧 ，Fraser 咧認為啊巫術咧係兩種，一種咧叫接觸巫術，所謂接觸者，即係你要用手或者用你的觀感五官能夠接觸到的，他那種magic 那種魔法呢只能夠傳了給你，如果你不接觸呢是傳不到的，那這個呢就叫接觸巫術。另外一種呢就叫做呢代替巫術。怎樣叫代替巫術呢？或者大家聽過用人偶，人偶呢就即是說呢用一個偶像好像個人咁樣嘅，然後呢間接地呢嗰、那個作法嘅人呢魔法人呢就去刺激緊呢個人偶，因而呢使到嗰個受害人呢同個同時受害嘅，唔需要接觸喎。但係呢佢需要一啲有佢代表性嘅物件呢喺嗰、那個人偶的身上出現，譬如有他的頭髮呢、指甲呢，或者呢他身體譬如胡鬚啦剪下來的，都是呢作法的一種呢方式。咁中國古代漢朝呢亦有一個所謂巫蠱之禍，亦是用人偶。
用咗咧話江聰呢個奸臣咧，用咗呢個皇話太子咧想謀朝奪位，用咗咧漢武帝嘅人偶咧，用針咧去刺佢，等佢周身唔自在唔舒服。咁卒之咧，呢、這個巫蛊之祸咧，系喺历史中国历史上咧，引动到咧上万人受害，连累咁多人。当然咧，呢、這个江聪呢、這个奸臣啊，太子咧都不能够甩身。当然咧，呢样嘢系一个诬告嚟嘅。但是当时呢真是有人相信这种巫术呢是可以害人的。那么东方是这样，西方也是这样。在Voodoo， 现在我亦做伏刀教，以前呢就亦做巫毒教，是在南美洲或者中美洲的岛国，尤其是海地或者哥明尼加共和国这里最盛。这些巫毒教呢亦是用人偶呢来到去作法陷害人的。靈不靈呢我就不是很相信，但亦有咧咁嘅相傳話咧係成功。總之呢兩種咁樣嘅運用巫術咧，都係原始人啊接用起嚟嘅一個接觸巫術，一個間接嘅巫術。呢、這個喺 Fraser 嘅《金枝》呢本書裏邊咧，亦有言明嘅啦。大家咧不妨咧，去找圖書館或者去買一本《金枝》，金色的金，枝葉的枝，來講巫術的起源，來看看，對於宗教的起源、巫術的起源呢，是很容易得到初步的了解。除此之外呢，巫術是一個作法 的方式，亦是一種神秘學。還有一些不能夠解釋的呢，在西方呢叫做千里眼，在中國呢，譬如在童話小說裡面講十兄弟裡面就有隻千里眼這個這樣兄弟，嗰陣時仲未有望遠鏡發生發明添，咁唔係淨係望遠鏡所及嘅地方係可以睇清楚喎。千里眼嘅意思咧，佢係唔理幾遠，隔一個洋，隔一個洲，都能夠咧睇到一清二楚，就好似而家咧所謂嘅衛星監察一樣。衛星就喺個太空裏面咧，一個鏡頭環嗰、那個衛星環繞住地球走嘅時候咧，佢喺咁遠嘅外太空上高咧，可以影得到地球每一寸嘅地方，每一個小地方，甚至乎咧籃球場嘅中間一個籃球都可能睇得到。无动于衷噶啦，真系冇可以隐形噶啦，唔系呢种。千里眼咧系一种魔术嚟嘅，呢种魔术咧又系唔能够解释。有啲人咧能够咧眯埋眼，或者用黑布蒙住眼之后咧，可以见得到咧某一啲地方咧发生嘅事情。咁啊呢种咧，这种千里眼呢亦有人试过是用来呢缉凶，或者呢
找尋一啲遺失咗嘅物件。咁啊，係咪次次都靈咧？咁又唔係喎。咁所以咧，雖然話某啲國家嘅國防部咧，都訓練一啲千里眼嘅間諜，透過佢哋嘅靈知咧，能夠咧可以測驗到咧敵方嘅資料，但咧係咁咧就唔使犧牲好多間諜嘅性命啦，又唔使用間諜衛星啦，又或者唔使用間諜飛機啦，啊已經可以做咗出啦。咁即係證明咧，又唔係一個咧100%準確而實用嘅幻術或者魔術嚟嘅。咁另外咧，仲有好多黑魔法嘅方式，譬如咧，有一種叫做感覺，係咧，我哋喺中國裏邊咧就叫奇異功能。佢咧就將能夠摸住一啲物件，居然咧可以令到嗰件物件咧彎曲，或者令到咧嗰件物件咧消失。咁好多時咧，好多時當係一種幻術，但實際上有陣時咧解釋唔到嘅，尤其係中國裏邊咧。在80年代咧，有好多所謂氣功師，佢能夠咧利用呢個場地眾人嘅玩嘅氣功氣場，而使到咧遙遠好遠地方嘅森林大火獲得消滅。咁呢個究竟係真確咧，定係撞啱咧，定係一種以訛傳訛或者係誇張咗嘅講法咧？咁啊，歷史上咧自然咧有根有據，我就唔相信。甚至乎咧，有啲有啲隔空可以取物，或者咧，甚至乎咧。有啲氣功師咧，嗰陣時啊，話到咧可以咧隔空治療。你雖然係住喺遙遠嘅地方，甚至乎你係住喺監獄嘅地方，這個氣功師咧可以透過千里之外發功，而使到咧嗰、那個。人咧係得著呢啲功力，個病咧可能會醫好，甚至乎咧會生猛。有一個咁樣嘅所謂奇人嘅氣功師或者係奇技師，曾經咧話自己能夠分身添，能夠咧喺甲地出現，然後咧，同時佢又喺月地相隔幾千里外嘅月地又出現。呢啲奇異功能咧，係咪可以分身咧？係咪可以好似中國以前講天眼通之餘，仲可以咧心通咧？或者咧喺地下咧出聲去到咧，咁呢個咧實在太過神怪。咁呢啲係咪神秘學之一嘅現象咧？又係喎，亦係咧神秘學之中嘅一種現象。不過咧，實在咧係奇怪到冇朋友，又不能夠解釋啦。好啦，咁今日咧，暫時講咗咁多先。有好多問題咧，
会从你听完之后咧，心里头咧涌现出嚟。有好多朋友或者咧都听过好多咁样嘅怪事，亦不妨咧留一啲注脚俾我哋，等我哋咧可以讲述一下或者分析一下。咁下一回咧，我哋继续咧，呢、这个我如是我闻。讲神秘学的种种初级现象，多谢各位收睇，拜拜。